Hello， 大家早。今天想向各位分享一样东西，一个消息。首先呢，我就在昨天呢就创建了一个新的 Telegram Group。这个 Telegram Group 呢，其实是一个 private channel， 它呢就会 post 这些筹码主力线的这个讯号和这个200天均线的一个讯号。Yeah, 你可以看到这个 group， 现在有22个人站在 group 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我在 TradingView 里面呢就做了一些 alert， 它就有两个 signal 先去给这个 group 的。第一个 signal 呢就是说，当这个股价呢突破或者是跌破这个筹码主力线的时候呢，它就会先给这个 group。你可以看到这边啊，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八度高湾 One Day Crossing Power Line， Power Line 呢就是筹码主力线，就说它在21块7毛8的时候呢就突破或者是跌破这个Power Line， 然后呢这个是时间呀，这个然后这边呢有这个 Chart Link， 就说如果你按下去的话，它就会呢显示说它现在的这个Chart 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这个它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均线，200天均线跟这个筹码主力线，蓝色线、紫色线跟这个灰色线，看到吗？它这边就应该是跌破吧，跌破的时候呢，它就会跟你讲说，哎，这边有一个跌破的这个筹码主力线，蓝色线，所以这个 signal 呢，主要是给蓝色线报了，紫色线跟这个什么，这个灰色线呢是没有区隔的，是。蓝色线为什么用蓝色线呢？是因为蓝色线呢，筹码主力线蓝色线呢是一个比较中期的，这样中期的话呢就会比较准确一点呀，不然的话用太短的话呢，可能有很多这个假讯号呀。这样如果它是跌破的话，哎，意思是说要小心了，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卖出讯号。如果是突破的话呢，哎，这个可能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可能就是一个买进的一个讯号，就是这么简单罢了。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这个是IHH Crossing 200天 Moving Average， 就说它已经是 dead po 或是突破200天均线，在5块几毛半的时候，同样的按这个 link 呢，它也会显示出来，看到吗？这个 IHH 它已经是这条白色线是200天均线。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是突破了这个200天均线，这是收盘价罢了啊，它只是为收盘价时候才会显示出来的。然后呢，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你看到吗？它其实才是突破了这个灰色线、紫色线跟这个灰色线，也突破了这个筹码峰，也好像不错啊，因为它已经突破我之前我所讲的所有的讯号，这样它会不会继续往上冲呢？啊，这个是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它已经突破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买进的机会，就可以去注意啦。当然不是叫你买，也不是叫你卖，只是说要你去注意罢了。这边有可能有一个潜力股的意思，这个就是这个200天均线跟其他的看法。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现在看的图表呢，有看到这个文人爆发，跟看到这些筹码主力线。但是如果你不是 TradingView 的这个pay brand， 就是说它的这个付费会员的话，你是看不到这个文人爆发的呀。如果你不是 YouTube 我的这个 YouTube member 的话，这个最高级的 member 的话，你也是看不到这个筹码主力线的，你只是会看到这白色线跟一个 K 线，还有一个 signal 说它已经突破了啊。这样的话当然有些限制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参加这个 TradingView 的这个付费会员，或是说也是可以去参加这个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的最高级的会员，这样你就可以用这个筹码主力线来做这判断，你可以看到有了呀。OK， 所以要怎么样去参加这个Telegram Private Channel 呢？很简单罢了，你就去我的这个channel 里面。然后按这个 community 呢，你会看到的这边有一个这样的这个 post 啊，你按下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这边有一个怎么样去拿到免费的。首先呢，你最好支持我一下，帮我订阅我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啊，你就按下去参加 member 就可以，不是啊，不需要参加 member 啊，只是订阅罢了啊。订阅的话是免费的，member 呢你是需要付费的呀。然后进入然后再去这个另外 link 里面呀。这边有一个 trading view 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 trading view account 的话，你可以按这个 link 来参加这个 trading view，然后做用我来做 reference 呀，给我赚些 commission。最后呢这边有个 link 啦，啊，你按这个 telegram invite link，你按下去的话，你就可以 join 这一个 channel 了呀。这样这两天呢，我正在做测试，也有朋友进来聊。这些都是之前有看我这个 post 的，我就把它这个调的敏感度不要调太高了，因为这边有几百个，每天有几百个也是很难干。现在呢，它作用是说，只要它今天里面它有 cross 这个筹码阻力线、蓝色线，可以 cross up 或是 cross down，它都会给这个 signal 来这个 Telegram Bio Channel。一次罢了，一次罢了，然后不会每分钟一次。另外一个呢，就是收盘价的时候呢，这个 crossing 200天均线呢还会显示出来。但我们要注意的东西是说，看一下，哎，有没有一些潜力股，然后记得要按这个 link 啊，这个 chart link，你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机会，然后呢再去研究一下，再去分析一下。我呢应该也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也是会去拿来分析一下，然后跟大家分享呀。So，要记得去订阅我的这个频道，你就可以免费的去参加这个Broad Channel 了。谢谢大家。